一百块里面可以赚多少钱？一块啊，老朋友帮我一下哈 ，OK， 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感冒，好，那两千节是两条线，今天是一条线，可是我两条线威胁了，太线啊，有人多了中，反正都要中的，大家一起中吧 ，OK，A 赚多少？赚一百啊 ，A 赚100，B 赚多少？赚100啊，好了。 你会抽 A 的 15%， 因此呢，你会多拿一个15块，就是100块的15%，就是15块啊。是他赚的15%，不是他的本金哦。 B 你会拿 B 的多少？15%啊，这个好像小学的科学。 OK， 说你会拿多个10块，因此呢，你每天是赚26块。你的户口是100，但是如果你的组织是这样的话，你每天赚25块。 OK，C 进多少啊？ 这1000万100万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有没有人抽啊？两袋而已 ，OK 吗？这制度 OK 吗？不懂，不懂，你问其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边？好，这是我们的直推奖，哦，直推奖，因此呢，我们有 OK， 我们真正要赚钱的地方不是直推奖，我们真正要赚钱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团队奖，对了啊，团队奖，哎，就朋友你们赶紧答哈，因为你们答的话，等下那个抽幸运抽奖就是你的。 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不然是我在讲啊。 OK， 好，团队奖呢？团队奖有几个条件啊？第一个条件就是今天这个是你啊。 OK， 你最少要直推5个户口，你的户口最少要直推5个户口，你可以直推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都无所谓，但是你最少要直推5个户口，也就是5个直推。 OK， 收到没有？ 是吧？好了，然后呢？你的组织发展，当你的组织发展的存款达到5万的时候 ，OK， 全部人啊，就好像我现在我直追你们，你们大家可能存100、存200、存300，总共的存款有5万，我就称为GM是什么 ？General Manager， 我这个名气也是有点大哦。OK， 5万，总共的存款是5万，整个组织啊，整个组织赚了。 每个人都是赚1800，对不对？整个组织赚多少？500。整个组织赚500啊 ！GM 呢？你是一个20%哦，20%的点数。因此呢，整个组织赚500，你会拿到20%点数，你会赚每天100，每天都是100，只要你的存款，这5万存款还在。OK， 这是第一个。好了，第二个，第二个呢？到我们团队生产的时候啊，给我们只需两组人。 开始做，我们不需要3组4组5组，我们这不是对碰啊，因为我们以前做的平台都是对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对碰？有啊，我们这边不是对碰啊，你不要用那个对碰的认知来做我们这个，你赚不到钱啊，现在讲，啊，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我们这边呢是要两个组织一起跑，当你这边一个组织呢出现一个 GM， 这个有点小，出现一个 GM 的时候，诶。 A 组织 GM、 B 组织 GM 加起来，给总共有15万的业绩啊！给你所谓就是一个 VP 哦 ，VP 你是一个30%，你是一个30%，整个组织赚1%，整个组织赚多少？1500，对不对？好了，1500这个组织，因为你是 VP 的嘛，这个人是 GM，GM 是20%，对吧？你是30%。 你跟他有个差价，台湾今天他是一个 GM， 我是 VP， 他拿了20了，我剩下多少？10，哇，你们的数学不错，好，我就拿个10，然后呢，我是每天拿多少？150。OK， 两个组织，因此你第二两个组织跑啊，如果你一个组织跑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会 GM Plus， 啊，OK，等下再跟你讲 GM Plus 是什么？好了，当我们两个组织跑的时候呢，这边有个 VP。 这边也是有个 VP， 整个组织加起来要有50万5000的时候呢，你就所谓的 SVP，SVP 你是一个40%点数 ，OK， 每个人赚1%，整个组织赚多少？整个组织赚5000，然后你是40%，你的 VP 是30嘛，对吧？现在你是40的，他是30，他拿了30，你剩下多少？10，剩下10%，10%，因此呢，你每天的收入是500美金。500美金 OK 吗？ Okay. 请问这边有人
做老板或者打工每天赚500的有没有？没有，只有一个在台上举手那个，因为你们都不举手嘛，啊、举手有10块钱啊，举手有100块钱啊，你看很现实，你是新加坡人对吗？新加坡人啊，你看新加坡人就是这样，丢，哎，我也是新加坡人，好，那我们的两个组织这边有个 SBP 啊，这边有个 SBP 的时候。OK， 我们所谓就是一个 ED 整个组织需要多少？200万，啊，两百万，我们是一个 ，OK， 不好意思啊， okay, 我们就是一个50%， OK， 200万乘1%的时候呢，整个组织赚2万，一样的，我们是50，我们的 SBP 是40，我们会有一个10%的差价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每天的收入，美金2000。美金2000等于新币大概是2700啊，2700块。这边新朋友或者老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尝试过一天赚2000美金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这 Fintoch 已经很多了。等一下我介绍一个大姐啊，大姐的，等一下再跟你们介绍一下啊。好，当你的组织两个组织啊是 ED 的时候 ，OK， 你 ED 的时候，你就会所谓我们的 MD 啊。你是 MD 的时候呢，整个组织需要600万的业绩，600万的业绩，每个人赚1%的话，你整个组织的收入加起来是6万。MD 你是60%， OK， 你两个 ED 他们的是多少？他们是50，你是60，因此呢，你会有一个差价，差价多少？10%啊，10%，因此呢，你是每天的收入，每天的收入6000美金。会不会很远？我们请我们美方姐，美方姐来。